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安利这两个字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安利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家居护理产品公司，业务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安利生产的产品包括营养保健食品、美容化妆品、个人护理用品、家居护理用品等。安利在网络用语中意思类似推荐，本是一个中性名词，后来发展为中性动词，最后引申为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动词，意为强烈推荐。朋友圈经常出现给你安利一下的广告，其实安利一下也就是推荐一下的意思。安利一词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直销保健品的代言词，殊不知正是因为安利式销售不厌其烦的特点，该词早已突破原意，引申成为了另外一个新意思。您知道了吗？